新竹的风，可以吹起的是希望，而不是仇恨。希望新竹的风，吹起的是一股改变的力量，而不是抹黑的力量。我在这里要让大家看一下，这是在参选之前的我，但是我要跟大家说，没想到参选之后，我变成了一个大鼻怪兽。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文创产业真的蛮蓬勃发展的，感谢民进党。过去快要一个月的时间来，我遭受到了铺天盖地的抹黑跟攻击。我在以前参选之前，大家可以看到陈建仁副总统颁奖给我，他表扬我是在台湾的产业创新上的国家级的贡献。但是在我参选之后，我被造谣变成了中共同路人，他们说我的老板是习近平，你们能够相信吗？在参选之前，我的论文研究被引用了数千次，但是在参选之后，我被抹黑成了一个抄袭论文的投机者。但是他们却刻意的忽略了事实，就是所谓高虹安抄袭的却是高虹安自己，这是一个多么可笑的事情。在参选之前，郭台铭董事长他对我的肯定，还有我在北一女越一骑队的经历，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拿出来说高虹安说谎、高虹安碰红，甚至还造谣说我的爸爸妈妈是党国高层，还嘲笑我说我靠补习才考上台大算什么真学霸。我想要跟大家讲，这一些真的让我们感到啼笑皆非，但是笑着笑着就哭了。国家的民主选举怎么沦落到这个程度呢？这是大家想要的民主选举吗？高虹安一路都没有变，我一路以来认真的念书，认真的工作，我们就是从基层努力工作起。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天才，我也没有特别聪明，我也没有什么特权，所以我们在基层打拼的时候，我们是努力的把每一个角色每一个挑战做好，靠的是加倍的努力。可是今天在选举的时候，我们的执政党为了巩固他们的政权，不知道是什么样新竹的大秘密，却要让我们的电视台以不符合比例原则的方式来对高虹安做这样成天铺天盖地的打压以及抹黑造谣。有很多民众，新竹市民众，最近我走在路上，大家问我说，高虹安你是不是要选总统啊？大家说这现在这个规模等级的打压跟抹黑仿佛已经来到了一个国家级的总统选举，所以我想请问大家，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吗？扫街或者站路口的时候，有好多的阿嬷看到我的时候，哎，搞我拦起来，他把我抓过来抱一抱，他说：“加油啊！”伊讲有足侪外口的人拢甲你话哦，拢在讲白话的，啊，你卖甲伊吵，吼，我会甲你支持。我也在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年轻的家庭，年轻的妈妈，她抱着小朋友来参加我的亲子活动，她特别要告诉我一句：“虹安，不要怕。”我们都懂，他还说谢谢你愿意出来承担这么艰难的一个任务。我要告诉大家，谢谢你们，是你们一路的支持才让我能够勇敢地站在这个台上面对这一切，是你们一路以来的相信才让我没有被这些抹黑给打倒。而我也要告诉大家，这个路真的很辛苦，面对这样子铺天盖地国家级的打压，说真的不怕是骗人的。可是就是因为这样，我们越打越坚强，越走越远，也来到了今天，看到我们的民调持续的领先。今天即使风雨这么大，大家还是来到现场，可不可以请大家把勇气借给我，可以吗？可以。高虹安，高虹安，高虹安，高虹安。前市长林智坚以及沈慧宏的团队，我们看到他们花了我们公帑12亿的台币，建造了一个棒球场，打了两场就不能用，贸然的请到蔡英文总统来到新竹市参加这个开幕赛，却后来被大家发现
根本没有完成验收，就匆匆忙忙的把它当成是一场选举造势。这样子的一个开幕赛，却造成了我们球员、我们的国手受伤，甚至还到开刀的情况。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我们林智坚跟沈慧宏这样子的一个执政团队，他们重视了外表，可是却忽略了务实的内在。一个公共建设应该是要让大家能够使用、安心的使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也要告诉大家，我在六月的时候就曾经去到棒球场场刊，因为我们收到了许多棒球球员球团的陈情。当时在现场，我看到了现场的情况，我告诉新竹市政府说，你们可不可以不要急着在7月22号开幕，那一天是6月29号。可是新竹市政府听不进我们的劝导，隔天沈慧宏马上公开在媒体骂高虹安是抹黑，是选举的抹黑，是为了谋取政治利益。我们的棒球场这么的认真，这么的棒，结果大家看到了7月22号的开幕惨不忍睹。我想请问大家，这样子的一个执政团队，这样子的候选人，我们还放心把新竹市的公共建设交给他们吗？他们对得起我们受伤的球员吗？去年年底，我想很多新竹市民都还依稀记得，在全国的四大公投，我们新竹市有第五张的公投票叫做我要喝好水。柯文哲市长今天也来到现场，当时呢，我们在宣传这个喝好水公投的时候，他问了我一句话，他说，为什么喝好水还要公投啊？这不是民众基本的权益吗？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林智坚、沈慧宏市府任内没有帮助大家把污水下水道接管率普及，没有做到灌排分离，这么基本的事情还要人民上街去宣传公投，大家说这样合理吗？新竹市污水下水道的普及率在7年半的结束，他们两位双双辞职的时候，只有19.88%，不到20%，全国的平均是40%哦。所以我们还甚至被新竹县、被苗栗超车过去。新竹市，我们没办法忍受这样的事情。污水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良心，是一个城市进步的象征。而且我们未来在我们的产业、我们的科学园区、再生水的发展，污水的处理收集是何等的重要。所以这代表说，我们今天的林智坚跟沈慧宏的团队在任内的不作为，却要作为你未来选举提出来的政见，这样子我们可以接受吗？再来，我们看到一个更有趣的事情，我们的林智坚前市长在去年9月的时候上的广播节目，他告诉大家，我们要来推动大新竹合并升格。当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为赋新词强说愁，说了好多交通啦、污水啦，甚至是我们的所有这些产权的问题、轻轨的问题，都告诉我们说，因为大新竹没有合并升格，所以我们没办法做这些推动，所以我们要赶快来推大新竹合并升格。结果没有想到，赶不及6月前修法，这件事情就这样的哑然无声下去。林智坚市长、沈慧宏副市长辞职之前到现在，大新竹合并升格还不推不动，没有办法选举，没有办法成为你的职涯规划。大新竹合并升格难道就不能在立法院民进党党团排审吗？难道就不能从新竹市政府务实的来跟新竹县继续沟通，继续做专案计划书吗？这就是一场政治骗局，这就是一场政治骗局。这就是很明显的，为了要得到自己的政治利益，希望能够继续参选，结果大新竹合并升格推不动就不推了，就不继续处理了。这就是我们讲的政治人物可恶的地方。号称交通专业的沈慧宏候选人，在过去7年半的任内，我想请问大家，大家有感受到交通有改善吗？有72%的民众最担忧的问题就是新竹市的交通。当你今天拥有了7年半你的执政的权利，可是你却没有认真的、务实的把你的专业发挥出来，好好来改善新竹市的交通。我在市民朋友的这些座谈会，或者是地方的这些阿公阿嬷跟我说的时候，他们说到交通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他们说新竹市很多地方其实人行道是缺少的，大家走路的时候会比较危险，
很多地方的自行车道没有完善的规划，所以我们不能称作一个友善的单车城市。大众运输更是不知道在哪里，大众运输新竹客运十八条路线也即将停驶。我们需要的是有效的大众运输，大家愿意使用的大众运输。可是在这七年半任内，号称交通专业的副市长却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妄想二十几年制造的问题可以在一夕之间解决，这是他最新的说法。但是这二十几年之间，我们给了你七年半啊，你这七年半你可以好好的来帮大家发挥你的专业解决交通问题，结果没有想到新竹市民的噩梦却成为了他现在的政见。看一看我们十二亿的新竹棒球场，看一看我们的喝好水的诉求，再看一看我们大新竹合并的空梦一场，再看一看我们新竹市的交通拥塞、交通黑暗的问题。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团队还要再投给他们吗？如果已经给了你七年半，这些问题都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成为大家的噩梦，我想这样子的团队也应该要来轮替了。我们新竹市有非常好领先世界的科技产业，我们新竹市有历久弥新的人文风景，我们新竹市有许多我们蓬勃发展的未来时代。我相信只要务实的去把市政问题解决，我们只要能够把新竹市现在大家的诉求能够真正好好来去聆听，来去好好帮大家思考如何解决问题的方法，我相信新竹市绝对可以成为台湾一股前进的强劲的力量。在这里跟大家承诺，我高虹安，我会倾尽我所有的力量，我要发挥我在国会的专业，发挥我在产业的执行力，发挥我在新竹耕耘的所有收集到的民众的心声与期待，让新竹市民所需要的、所引颈期盼的交通的畅行、教育的资源、好水好空气、都市更新，还有我们的产业共荣发展，所有这一切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跟着大家一起携手来帮新竹市追赶这些我们过去没有完成的事情。请大家帮我们到十一月二十六号之前，请大家帮我们拉票，请大家帮我们澄清谣言，请大家一定要站出来投票，请大家把勇气借给我。很多人说高虹安的民调领先只是一场假象，高虹安的支持者都是空气，他们说高虹安的票最后投出来会出来投票的少之又少。我想请问大家，你们会不会出来投票？会！抗争！